老铁们，今天给大家拍一个正线通过的列车，高速列车，你看看这速度啊，已经露头了，这速度是非常快的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震撼的效果。感谢大家，老铁们啊，还是比较震撼的吧，下次再给你拍一个风信号的正线通过的列车，好吧，再见。